协为大家心手相连，共同努力。去年观光入境的游客达到1106万。台湾人出国旅游免签证高达168个国家，非常的方便。我也在担任交通部长之后，筹划我们观光立国的政策。第一支箭就是我们观光局升格为观光署，这一点已经得到蔡总统的支持。第二箭我们在研提下一个10年的观光政策白皮书。第三支箭就是我们要召开全国观光会议，提出短中长期拼观光的政策跟措施。我们预计用36亿元可以创造的效益大概有256亿左右。台湾欢迎全世界的旅客一起来享受台湾的美好跟热情。我们只有一个目标，台湾要更好。小英如果赢，我们观光旅游业一定赢。我们一起再继续努力4年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